Hello， 大家晚上好。OK， 现在是做直播的时间9点多，看一下现在有没有人在线上呢、啊、？OK， 今天发现到 Facebook 有个新功用，等一下我们就试试看一下。Hello， 大家晚上好。OK， 吃饱了吧？这个时间，嗨，OK。我们看一下哈，来，我们等多一点人上线先吧。大家晚上好，你们吃饱了吗 ？OK， 我刚回来不久，冲好凉，那么吃了一些东西了，但没什么胃口。有时候我们太夜回来哈，基本上晚餐都能够 skip， 我们都 skip 掉哈，吃比较少东西。但是晚上有时候喜欢喝一点 apple cider 苹果酒 ，OK， 都挺喜欢喝这个东西的 ，OK， OK， 来我们看一下，多一点人上线先。现在很厉害了，我 stand by 多一个电话 ，OK， OK。看一下哈，我们现在谁在线上？OK， 那么，在这个面子书哈 ，Facebook 发现到一个新功能哈，好像是 Facebook Live Chat with Friends。OK， 所以就是说我在线上跟你们在做 live 的时候，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有什么 comments 啊要问的话，我只要在你的 comments 那边，只要你 comments 东西，我可以按下去，那我们可以直接。你就可以在我的视频里面，所以今天我想试一下这一个功用，不知道真有没有这样好用哈，所以看一下你们线上有什么 comments， 那我就可以 click 下去，那大家就可以互动，有谁要在线上跟我一起视频的吗？这个时间哈，当然就可以直接问问题，我也看得到你啊，因为太多的 comments 有时候我们回答不到问题哈，所以能够的话就从这个视频就可以比较容易问到问题 ，OK。那么今天是也是比较迟回来，每天都很迟回来 ，OK。那么今天就比较有时间冲个凉哈，冲个凉，那就换了家里的衣服就下来了，赶快就做一个直播 ，before 我睡觉之前我做一个直播 ，OK。大家晚上好，好快哦，一下子就1000人在线上了，所以有谁要跟我 live chat 的话，你就放在里面跟我 comments。那么我看到了过后我就 click 下去，那我们就可以互动问问题了哈。暂时没有看到谁要 live chat， 只是看到今晚好清凉，有人说穿家里衣服啊，我现在在家穿一条运动裤，那我都是比较喜欢在家穿运动裤，我比较穿运动装的，那么也是比较随性啊，家里的衣服啦，就家里的衣服 OK。可能你们在某个角度看起来很清凉哈，其实很正常的哈，只是怎么这个角度看起来好像裤子很短啊，只是一条运动裤啊 ，OK， 是一颗 hot pan 来的，是很 OK 的哈，只是某个角度看起来怪怪的 ，OK， 所以不要影响到你们的视线 ，OK， 所以我坐前一点 ，OK， 好的，晚上大家晚上哈，那么。今天我们讲什么呢？哦，今天我在面子书里面我就放了一个 poll 啦，一个 poll 文说我要请人 ，OK， 那基本上现在我的公司正在扩建中啊哈，所以我们还需要很多人才加入我的团队里面，所以在线上的你们或者你们的朋友想要做工的话，想要加入我的大家庭里面，那请你们可能私下 PM 我，或者是直接打我的手提号码。WhatsApp 我也行，你的 resume 可以 send 给我 ，OK， 我的电话号码就是下面这几个字，我的电话号码 ，OK， 没有了，没有出现了，没有这样先进 ，OK， 我的电话号码是019-713-4772，所以interview 的啦，要 interview 的才 send 给我哈，其他的人你们不要 send 给我，没有这样多时间看这些电话 ，OK，
那么大家晚上好。写什么了哈？很多人都只是在 comments 啊，说打招呼哈。OK，今天比较随性啊，今天早上睡得比较迟一点哈，所以头发也没有时间 set。那原装我的头发都是比较直的，平时有刻意去把它弄卷一点哈，有时候就比较随性啊。那在家里就穿得比较轻便一点，就是这样子。OK，因为我们比较生活化嘛，都讲这个是包奕凡生活日记，所以比较生活化，不用刻意去打扮得很隆重，这样真的是上个直播这样啊。所以甚至做直播的地点，我也是比较随性的了。那有时候喜欢在哪里做直播就在哪里做直播，没有特别规定。OK，那么在这里就讲一下请人哈，我要请的人是第一我要请那个PR manager 就是公关，因为可能我在外面有很多 event，我自己没有时间接触，我也没有时间去接这些电话。那我希望一个很有经验、很会帮我去做外交、很会做 PR 的人，帮我去联络这些东西，帮我去好好的安排我的行程等等。所以我想找一个公关，OK。所以线上的你们，如果你们对外交、对公关，还有安排活动策划等等很有兴趣，也很有把握、很有信心的话，你可以加入我的团队，OK。那么第二个职位的空档，那就是我要请的是一个 graphic designer，就是平面设计师啊。平面设计师基本上就是在设计我的这些我的广告啊、我的杂志啊等等这些所有的平面设计的，OK。所以我也非常需要一个有经验的平面设计师，OK。那么第三个职位我好像是要请什么？哦，IT 的电脑的网络人才。所以可能你是做你会电脑会拍摄，好像是 producer，好像是 producer 是好像制作短片啊等等，或者说导演编剧等等的。那接下来我想要推出一系列的，自己的一些作品，所以我也需要一个导演，一个 producer 来帮助我，拍摄这些小短片，所以我要请的就是这几个空缺这些人才。所以线上的你们，如果你们有朋友或者自己想要应征的话，那么你们一定要自己打电话给我哈，给我安排时间，OK？那我看一下哈。OK，有人在线上没有特别的 comments 啊。那我想试一下，他在 Facebook 里面有一个公用那一个公用是Facebook Live Chat，就是说你们有 comments 的话，我 click 下去，我就可以看到，你出现在我的荧幕上，我们就可以聊天。我想试一下这个公用。那线上的你们谁要在线上跟我聊天一下？OK 吗？有没有人？是你们想要聊天的话，我就 click 下去哦。那我们就可以在线上，视频，大家也看得到，也听得到我们的声音的，怎么样？有没有人想要视频？清明扫墓的东西，明天吧，给我时间再准备，我还在筹备到一半，那资料还不够齐全，就不要泼上来先。等我明天筹备好了，我才抽一个时间去弄哈。其实是今晚上了，等一下下线了过后，我就是做工了。OK，然后看一下哈，有人讲我手链很美，今天我戴海蓝宝，OK，今天我戴海蓝宝是沟通还有平静心情的一个水晶，天然水晶，OK，我们看一下哈，有谁要线上聊一下啊？没有人要跟我线上聊哈。有人，Joanne Chan 啊，Joanne Chan，你要线上聊一下哈，我 click 你下去哦，Joanne，我看一下哈，你跑去哪里了，Joanne，我这里看不到你的名字哈，所以 Facebook 每次会有这些新功用哈，所以有新功用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试试看，到底是不是这么好用，Joanne，我 invite 你。OK，invite 你，你就接受我的 invite，然后你就可以在我的线上看一下，是不是真的可以用这个功用？我还没有用过。
所以今天第一次试用这个功用，希望能够成功。Hello, Joanne。你好，你好。OK, 你好，哎，真的有效耶，我看到你耶，你们线上的粉丝们看到他吗？大家应该都看到。哎呀，你没有打扮一下，急急忙忙的在绑头发。看到师傅来，整不好呀意思，整。多好玩呢！你看 Facebook 有这样子的功用，那我在对呀，对我另呀，外一台手机都可以看到哈，所以非常非常好用。Hello，你好，你好，你从哪里啊？哪里看 Facebook？马你现在来西亚，马六甲马六的，哦，马六甲哈，啊，我我接下来的也也不是，好，嗯嗯，我我华接语下来也不是，好，华语不好哈，我接下来要开一间店在马六甲，应该是哎，多你两三个月，下来嗯。是，我也要过去马六甲了。其实我很想在马六甲开店，还有在吉隆坡，还有就是马六槟甲城，开，哦，那天我有要去你。开。嗯，哎，那天我有下去是，啊，这样嗯，巧又住你的店，隔几天罢了。是啊，啊，没有进来。我有过去，我有过去，刚刚好 我啊，一你直过讲，来哈，啊，有我朋友啊。哎，我看华语，我朋友讲，你找那个店在这边啊，他讲，哦，是我去哈看，OK，哦，啊，我有那，带一个朋友去看，刚OK，刚刚好应该我啊。不在吧，因为很多时间我都没有在店里面的刚好，OK，有客人，有很多客人，是，很多人有时候会特地过来我的店跟我拍照，所以下次你可以讲我从外地来的，我要跟你拍照，就赶快跟你拍照开会，啊，，OK，嗯，好，那很刚好，很好。好六家，有，我会下去马六甲，我经常过去了。其实我是麻坡人，所以有时候回去会顺道过去马六甲一下。OK，哎，很幸运的，今天好，我们是，分享了。好好玩哈，这个视频，好的，没有想那到么你我们，我，因为你讲你要嘛，我看没有人要也就奇怪了，我就赶快，你要我就赶快按下去了。OK，我就好的，讲那，这样，哎，我讲多人哦，是很幸运要中马票了。啊。OK，是的，好的，那么我们我再等看下一位观众哈。OK，谢谢你哦。谢 OK，谢你拜拜。，OK，怎么拜拜。关呢？这个问题发生在怎么关？怎么关？OK，我试试看哈。OK，那接下来我们看下一位粉丝，在线上的粉丝，如果你们有问题，现在可以跟我这样子互动，这样子很好诶，因为大家都看得到你，你们线上的你们应该也看到也听到声音吧？OK，看到听到声音吗？你们，因为这功用第一次用啊，不知道是什么样子，但是如果很不错的话，下一次做直播在做风水讲坛的时候，可以以这样子的一个方式，那么大家就方便好多了。那我们就可以这样子互动了，就有什么问题，大家又可以从问题中学习，找一些答案哈。所以这个是蛮棒的一个功用哈。那这个功用是我今天的一个 staff 发现到，那赶快传送给我的。所以有时候啊，有好东西赶快给我分享，我会运用的。OK，还有谁要？我们看一下哈，还有没有人要在线上聊一下？那你们可以顺便有问题可以先在这个时间段里面问我一下，那我就可以就回答你的问题，在这还有没有人要在线上做 live 一下？可以看一下哈，听到，你们都听到双方的声音吧？都清楚是吗？看到听到很好，那么还有人超过2000人的是了，怎么这样快呀？晚上的时间可能比较多人，看直播，所以比较快一点点。那么，我是想，有人是讲会在麻坡开一间吗？麻坡应该不会。我会考虑在马六甲，考虑在吉隆坡，还有槟城，这几个地方开我的分坛。那么我觉得这些地方都蛮不错啦，那也是我很想去的一些地方。当然，所以我一直在扩充，我一直在把它做好来的同时，我就需要
更多的人才加入我的团队里面，所以我喜欢的都是人才了。现在请人不容易，我跟你讲，现在请人是一件很头痛的事情。那请人除了他要有才华以外，还要合眼缘，你知道吗？那我请的人基本上我比较喜欢的是，他最好就是真的是喜欢这个行业，真的是想跟着我一起学习、一起成长，这样子才好。如果他是因为一份薪水而来做工，我觉得这样子的人做不久的，他很做得很快，他就会走。或者那一些人，有些可能只是，没有什么目的，他真的就是为了做工混，过日子这样子，还没有那一个责任感，我也不行。所以，因为我从事的这个行业是风水、是命理、是服务，是有一点帮助到别人。那有一点，很多时候都是在帮人家解决问题，所以那一个责任感很重要，很重要。所以当，我请的这个人，他发现到任何的问题，关于到顾客，关于到我的名誉，关于到我的问题还是什么，他应该很主动的，告诉我，老师，你忽略了这个，你应该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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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会有这样子的东西会即将发生，你不如这样这样做一点改进，可能因为我公司很多部门，又有设计部门，又有 account 部门，又有人事部，还有就是我们的 sales marketing team，那还有就是内部的一个部门，所以很多这样子的部门，所以可能我一个人雇，说真的，我的公司就我一个人在做，只有一个风水师。所以你去想，我要做这么多的销售，每样东西我要做，很累的，所以我可能也忽略了很多东西。那同时我又很热衷于教育线上的很多粉丝们。那教育有分很多种，有一种分小爱，有一种分大爱。那小爱就是雇那几个人，那大爱你就雇一大班人，所以有很多种做法。那我又有点贪心，每样我都要掺一点，OK。所以做到有一点有点累，所以我需要请的人才，他能够帮我顾一下我忽略掉的小细节，我忽略掉的事情，我忽略掉的人际关系，我忽略掉的可能工作上或者是在其他人与人之间的那些相处的东西哈。所以那一个人如果是很忠诚的，是肯在我身边时时刻刻提醒我。我没有看到的东西，我觉得那我会很珍惜。我觉得我要找的就是这种人。那如果那个人只是每天在混日子，那你忽略掉就忽略掉，每天过我的日子这样，我觉得蛮伤心。我不大喜欢这样子的，因为本身不是这样，我很积极认真的去做每一件事情。我希望把每件事情都做好，包括我去看的风水，我都会很认真的去记录每样事细节，甚至顾客跟我讲的他的问题，我都会认真。那我看的每一个环境，我记忆力蛮好的，那我也很会记四周围的东西哈，所以我都会记得很清楚。你前面有个电灯柱，你后面有个什么东西，每样东西对我来说都很重要，我会很仔细的去看哈，但是。可能很多人会忽略掉一些小细节，可能女生吧，哈，女生比较细心一点，这就是男女之间可能有一些小差别在那边，当然我还有要顾虑到很多很多心理因素，很多因素在里面，所以做一样事情，看一个风水，虽然说收几千块可是间中付出的东西其实蛮多的，包括算命也是一样。那你不能够盲目的就是一直算命，看着那个命盘就一直讲解，一直讲解，一直讲解，这样你倒不如对着机器说话。所以我觉得算命是一个个人的修为，也可以看出一个人的人品。OK， 所以一个算命的人当觉得不大对路的时候，命盘是该走的不讲的，我们就聊天要心事。OK， 那每个人看命有不同的看法，那每一个人的修为有他一定的水准，所以可能一个人，可能大家同行的哈。那你看这个人可能他的五行是这样子，你认为他适合金跟水，五行金水，那有些人就会认为说，诶，不是啊，他适合木火土三样五行。所以一个命会有两个风水师看出不同的东西出来，这种事情经常发生。为什么呢？因为个人修为不同，你看的他看的不同，你认为的他认为的不同。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就会讲，哎呦，我看了很乱，那个风水师讲这样，你又讲那样，所以每个人有着不同的观点，就看你们到底相信哪一个风水师了，就看哪一个风水师他是比较可以信任，我只可以这样子讲。
所以这就是每次我听到的一些问题了。可是有些比较没有水准的，或者是比较没有这方面知识的，他就卡在那个阶段，他就永远一直在那里纠结、纠结、纠结着。所以他如何进步，我都不明白。所以我会觉得，我们人要进步，有些东西要放下，不可以一直这样看。看东西有时候看一个大环境，或者他看的东西或许看错了，或许理解能力大家不一样。所以，有时候看着同行们，我们有时候会做一些研究，会谈一些东西，有时候看得蛮伤心，也不知道怎么解释。所以为什么我做东西很多时候都是独来独往？我做我自己喜欢做的，我做我认为对的。其实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用在乎别人的看法，我们也不是因为别人而活着，我们因为自己而活着。所以做让我自己觉得开心的事情，那么当然也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这非常非常重要。OK，还有人要在 Facebook 跟我一起做 live 吗？顺便可以问一下你的东西啊，反正在线上的。OK，我们看一下还有没有人？看不到的电话怎么啦？OK，还有你讲我要 你要一起上线，我先赶快 click 你下去，然后你有什么问题你可以问啊。但是我未必一定要回答你啊，万一你问得太深入，那关于太多东西、太深入的东西，我觉得那不可以回答哈，或者是太选择性回答，选择性回答，OK，看一下哈，有一点老花了，看东西要有点距离哈。Hello，大家晚上好，很多人正在打招呼，晚上好，请问你们要不要跟我在线上做Live chat 的互动，如果要的话呢，现在就赶快讲，我要互动，或者我要直播，我要一起什么之类这样子啦。OK，随便啦，等一下我 click 下去就是了哈。OK，还没人呢。没人跟我互动，我就要闲聊啊。要聊什么呢？你们想听什么？OK。Irene Slim 问我有教学吗？我有上课吗？其实我有上课了。我自己本身，我的 Nusa Bestari 的店本身，楼上最高一楼其实现在是课室来的，是一间课室哈，蛮大间的课室，可以容纳蛮多人的。那么在这个课室里面，其实就是我教风水基础班，还有教一些比较高级班的一些风水学生。的一些地方场所哈，那么在教风水课的时候，其实也遇到一些问题。可能我做东西比较专心，所以我在教风水课，我对同学的要求也比较高。OK，很多人是，教课就是你给钱我，你给我多少钱，我就教你什么东西，类似这样子哈。我在发现到很多课程在外面是这样，那我教了一阵子，我会觉得我不大想这样子。我觉得，这样子好像满足不到我，就是觉得你给我钱了，我教你，那你学完了，你又再去别个师傅、别个老师那边，再又到处去学，那我觉得好像，那个感觉不在了。那以前我们读书或以前我们看看戏，都会觉得，跟着师傅、跟着老师学，那是一辈子的事情，感觉上好像好神圣啊，哈，好像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那一种感觉。可现代的人没有了，就跟你学到一些知识了，然后又开始就心痒痒，又跳去别的地方去学。对啊，在他命中好的师傅，那哪一个才是最重要的师傅呢？就谁给他最多好处，就是最好的师傅了。那。或者是他不懂什么想法啦，但是我觉得这样子我就不喜欢了，所以我会有时候会觉得我教学生到底教来做什么？OK，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迟迟不肯开课的一个原因了。那我会觉得，我好想教一些学生是真正来跟我学，然后就是抱着那种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那种感觉。这样子的话，你才教得很用心，我才会觉得。我才会觉得那种真正有师傅和徒弟的那一种感觉，所以我一直在寻求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因为可能年纪大了，想要找接班人，想要找徒弟了，所以一直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只是还没有遇到了，还没有正式的遇到这么好的一个徒弟，能够真正传承，还有就是最重要我觉得一点啊，他除了传承知识以外，就是我懂得一些知识，我传给他。
可是知识对我来说，并没有什么大不了，因为很多知识，五行啊、金木水火土相生相克，风水哪里是财位，哪里是贵人位，各式各样这些知识。喝一口水。不错。醉了，晚上好睡觉。没有啦，这一点点不会醉。OK， 所以我觉得，我觉得啦，就是刚才讲到哪里？师傅和学生的传承之道。OK， 刚才我讲到，就是很多人报名去学风水课嘛，哈，就是学术上的，就是学五行啊，如何运用啊，相生相克的那些原理，那学一下。风水里面的飞星，那些财位啊，各式各样的东西，所有这些学术理论他都明白了，那你就算背得多厉害，很懂这些道理，那又如何？其实我收学生不是他读得多厉害，那么就是对我来说是最棒的哈。那我始终认为好的一个学生，其实他应该是处事的态度，待人处事的态度。那如果他对师父也不大尊重的话，基本上这个学生可以不要了的 ，OK， 因为他都会对师父不尊重，那么接下来他会对其他人怎么样？所以他的心态很不健康，我不大喜欢这样子的人。那我会觉得是要懂得尊师重道，那么还有就是，要秉承着一个做风水命理帮人家算命是一种，做一种要很有责任。的一个行业 ，OK， 也不单单只是为了赚钱，钱是一定要赚，因为这个世界上你没有钱你活不下去 ，OK， 什么东西都要用到钱，但是他一定要有那一种思想理念要跟我一致的，就是我看东西的看法，虽然同样的一个五行，同样的一个原理，可是不同的师傅的看法会不一样，所以他一定要跟我有着同样一个目标，同样一个看法。同样一个思想理念，所以我在教学的时候，每一次我都讲，我教的是思想，我教的并不完全是学术的。学术的东西太容易了，你上网也查得到，五行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然后哪一个相生，哪一个相克，那十个天干，十二个地支的变化，全部东西从风水里面的东西，你在谷歌。你在很多方面你都 search 得到这些 info， 甚至 flying star 飞星风水，全部都有答案呢、啊。全部在风水学里面，全部都有答案。那最重要就是一个师傅怎么把这些东西灌入在一个顾客一个人的那个身上，然后如何从他的命理的比较弱的那一点来把它加强。所以这个我觉得才是最重要的。可是很多人就忽略这一点，他只顾着我在调风水，我在调风水 ，OK。那就算他在算命，他也是照着命来论 ，OK。只是这个样子，他根本不在乎人家的感受，也不在乎到他这个人心理素质不怎么健康，他接受不到这样子的批评，他接受不到这样子的一个什么。所以换一个角度去讲，不一定完完全全跟着命盘照读的，未必是这个样子。所以我希望的是，我找来的学生。跟着我的，跟我有着一样的思想理念，那个才是我一直在寻找的，希望能够有了，希望能够找到 ，OK。那么看一下哈，还有谁要在线上跟我做 live chat 的私聊？我们叫私聊吧，不私聊吧，这么多人在看，那我觉得蛮有趣的一个功用哈 ，OK。所以要表达的是，要找到一个真的是跟我一样思想的想法的。徒弟的确不容易啦，但是如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随便一点，那还有啦，满街都还有很多人这样子的人选哈。OK， 要男的还是要女的？男的女的都 OK 的，其实没有关系的。OK， 我们看一下哈。有人要在线上聊吗？还是问一些东西？你们可以讲我要跟你做 live chat， 我要跟你开 video 视频，这样子都行哈。对呀，我在等有缘人，所以这个有缘人要等到何时何年何月，等不到那就算了啦。所以
就在线上做直播，就是能够教育帮助到更多人哈，这个是大爱来的，帮助更多人。那如果是小爱的话呢，我只帮助一些人，所以不一样的看法哈。那做直播其实有很多很多很好的回报给我了，很多人会私下 PM 我给我知道，从我直播里面学到什么，看到什么东西啊。其实一直都在帮助人，我在线上都是没有讲什么不好的东西嘛，那带动大家向善，让大家有更正面的想法，OK。我没加你，你也可以直播的。我看到有人说没有加我，也可以直播，OK。有人讲要跟师傅学习，OK。是，如果真的是有缘的话，我希望能够找到，我很想要的徒弟了，OK。当然是，要跟我一样的思想理念。所以，当你看我的直播多了，你会知道我的想法，你会知道我每天做的东西。那有时候我会把我的一些看法，大部分都是我把我个人的看法放在我这一个直播里面，让大家去更深入的了解我。所以，为什么我都尽量之前坚持每一天啊，那也 miss 掉了好多天。那我都尽量在每一天做直播，尽量让大家很熟悉我。很知道我的性格，很知道我的一些做法，OK。所以，我们不要把自己搞得很神秘、很高尚。那好像风水师好像就高高在上，其实也不一定啊。我们也只是普通人哈，一样要吃喝拉撒的，OK。OK。OK，有些人说看我的直播看了很多次，OK，其实是这样子啦，因为你看一次有时候不大明白，所以很多时候我说的东西都有含着其中一些意义在里面哈，只是希望大家能够抓清楚我要讲什么东西，看有缘人，就看大家的缘分，很多东西不强求啦，强求也强求不来呀，我们如何强求嘛哈，人生就是一个过程。那这个人生很短很短，只有几十年，不会太长的哈。你也去到100年，基本上很少人有这么好命，所以只有几十年的人生，我们活得精彩一点，为自己而活，不要为别人而活。那真的是不开心就不要勉强的在一起去相处。那我是觉得是这样子啦。但是有几样东西就不能够这样看哈。师父徒弟还可以这样子，不开心就分了哈。可是几样东西是分不开的，比如说夫妻感情啊，不开心你要好好再做一些调整，做一些改变哈。这一点不开心就分开哈。还有就是父母与孩子之间的感情也不可以因为不开心而分开，因为有着血缘关系哈，所以血缘关系是非常重要的。然后你要修到几世，你才有这一层关系出现，OK？所以血缘关系我觉得是应该非常要重视的这一点，OK？那还有一样就是，兄弟姐妹之间的感情啊，也不可以说分就分。所以兄弟姐妹就算出现到极不好的状况，能够补救尽量补救。因为很多缘分有今世，没有来世的。OK，OK，有没有人要在线上再做一下刚才的那个 chat live？那个蛮好玩的，就是我 click 下去，你就在线上跟我一起聊天的那个哈。对，有一位说是分享是美德，对，分享是美德，分享的确是美德。很多人就很自私，有的知识就自己留着，那就其实这不好的，这自私的行为哈。在我觉得，有好的知识我们可以分享，分享是一件好的事情。你越分享的越多，你得到的其实更多。OK，所以，然后老天爷也会看到你做这么好的事情啊，当然也会给一些东西做回报的。所以我们时常往好的方面想。OK，就算你是好像吃了一点小亏啦。别人赚到一点，那也没关系呀。OK，反正很多时候我是觉得，很多东西带不走了，就是这么简单。喝多了，有点讲话语无伦次。OK，小智，好像有两位讲要做那个 live chat 哈，你们讲要是不是要做 live chat 哈？OK，我 click 哈。
我试试看小智哈，来，我 click 你啦，小智，是小智吗？这个我看一下名字哈，挑小智啊，挑小智，我 click 你了，所以你要的话你就赶快 adding 进来，Hell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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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很多人在看你哦 ，OK。啊，在医院什么事？你好。啊，在医院。喏。哦，受伤哈，意外呀，还是什么事？里面发炎，在医院哈，住了几天了？住了4天了咯。住了4天，第几天看我的直播？我每天嘛看。每天看呢，还有在医院哈，是，我从过年前到现在咯，OK。所以会辛苦吗？在医院？不要，你是几时会出院呢？医生有讲几时会出院吗？该是明天咯，明天啊，OK，这样做哪一行？我做酒楼啊，饮食业。饮食业。那么你手这样子还可以回去做工吗？还是还要休养？没有啊，差不多星期五做工哦。可以做工哈，这样子就还好。怎么会发生这样子的事情啊？他是肚子里面痛，所以就进来医院咯。所以人生中有一些难免会遇到一些这样子的事情的哈。所以你的宗教是什么宗教？我宗教佛教，佛教哈，这样在医院的时候，多念经，有念经吗？我没有，没有念经因为哈。我看师傅的那个水晶的是，那些，我都想都记住，很好。可是有时候当我们出现比较严重的状况的时候啊，水晶有时候救不到你哈，还是宗教可以有一点效力。所以有时候我会很鼓励人家有时候尽量能够的话抽一点时间念经，念经很容易的，4个字阿弥陀佛，就那4个字重复的念，重复的念，你会觉得消了一些业障，然后很多事情就会很顺利的度过，OK，缘分也会更好，可是我看得到的东西哦，跟平常看的东西不一样的嘞。是啊，看到什么呢？分享一下吧。好像我看到的是好像庭上的东西，亭亭的东西，很美很美的哦，早没有的。是哈，然后我家门口也有哦。是啊，几时你发现到你看到这样子的东西？在以前，从我妈妈拿我的八字去问的时候哦，她讲你30岁以上哦，有一尊，她会来找你。因为我只是安一个三太子而已咯。哪吒三太子，OK，我只是安那供奉在我家里有一尊那哦。OK，如果我看到我的篱笆门口哦，全部是那个甜品这样来的哦。我记得你啦。你讲这个，我记得你好像有打过电话，我们好像有联络过吧？有有，就是你哈，对了，酒楼里面做工的，你看我还记得哈。那时候我正对在呀。忙着的时候，刚好电话进来就聊了一下哈，然后匆匆的我又挂了电话，所以很缘分呢。你看这么多人里面，我安到你啊，OK，好，是很有缘分，所以我是觉得这样子的东西，有时候我们的人的会有一些不一样啦。有些人会跟别人不一样，可是你理解的，可能别人不理解，会有这样子的事情的。所以只是有时候多修炼，让自己跟普通人一样，跟平常人一样。能够的话，就是我会觉得，让自己健康，
你的运势就开，然后你就可以不要看的太多这些东西，那才会恢复到就是我们平常人的那些生活里面才可以融入，不然的话你会一直看到不舒服的东西。像我小时候，我以前老是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就很辛苦，就一直觉得哎，干嘛你们不了解我，不明白我看到什么东西啊，所以那个过程蛮不舒服的。所以可能慢慢，然后再来你可能现在又生病啊这样子哈，所以说更多奇怪的东西你会看到 OK。所以不是否认这些东西的存在，但是它的确这世界上空间太大了，不同的空间所以这些东西的存在就看你怎么去，你一定要让自己心理平衡，这样子的话你在做东西才会顺利，不然的话太多这样的东西也会影响到你的运气，导致你做东西不顺利，会有这样子的事情的。 OK， 好的，那我还是要讲一句有时候得空的时候多多晒太阳，多想开心的东西，多想正能量的东西。 OK， 还有什么你想讲的？好好照顾身体，明天出院对，是，然后又回去工作岗位。你只要手为凸哦。好，你我有八次都 take it off， 没有时间看。八字过来，我没有时间看。好。好。你只有你联络我，我请你吃。OK， 可以。可以。我吃很少的。用紧，我带你可以到处逛逛一下，看一下神庙什么东西。好，你看多有缘分。OK。好。那么好好休息啊。Okay， 祝你早日康复。OK， 拜拜，晚安。拜拜。OK， 我们再来看，你看多有缘分哈。所以我记得上次他也是还没有生病之前吧，好像有send过一些，好像有打过电话给我，跟我聊一下他的东西。但刚才我在驾车，就没有什么时间听太多，因为每天有很多类似这样子的电话进来，所以我都，看缘分。真的，我接到我就会多听一下，多了解一点。OK， 所以很有缘分，很有缘分。然后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还有谁要在线上跟我做live chat 的 ？OK， 还有吗？还有人要 live chat 吗？看一下哈。双直播，这叫双直播哈，双面的直播很好玩哈。OK， 没有声音，应该有吧？有声音的哈。OK， 好吗？有声音吗？现在的线有声音吗？还有人要吗？我们做 live chat， OK， 看一下。有些人讲没有声音，怎么啦？在线上的你们听到声音吗？我按到什么没有声音啊？我有按到东西吗 ？OK， 我看一下哈，应该是 OK 啊，我没有乱按东西啊。有声音吗？现在 no sound。有些人讲 OK 啊，有些人讲 OK， 有些人没有声音，可能你们自己按到东西吧，自己的电话 check 一下，不要笑了，整天讲我的电话没有声音，又讲我电话没有网线，有时候是蛮好的 ，OK OK 的 ，OK， 我们看一下现在还有人在，要做 live chat 吗？有声音是啊，有些人说有声音，有些人说没声音，现在的声音 OK 了哈 ，OK， 然后看一下你们线上的你们还想要聊聊吗？所以有时候我们开放给这样子的粉丝们观众们可以跟我互动，其实很好的一个状况了哈，我也就觉得非常好玩，所以今天我想试一下这一个东西哈，看一下好不好玩，OK， 谁要在线上？谁要在线上？咱们再聊一下。OK， 看一下哈，有没有人还要再聊？其实我在户外，这个外面哈，外面挺热的，一路在流汗，满脸都是汗。OK， 听到，是有声音，很好，很好，很好。OK，
那这是一个互动的平台，所以我觉得真的要互动，就是如果你有问题或者是你想聊一下，你可以在这里讲我要或者要，我也明白的，我会按下去，然后我们就可以，你又可以在线上看到你，你看到我，所以就可以专注的跟你在聊天。OK， 那线上粉丝们就可以看到我们在聊天哈。OK， 有没有人要聊的哈？嗯，哎，有台湾呢，有朋友在台湾，中秋香，我看到你那里是台湾。OK， 谢谢你的支持啊，这么远都看我的直播。嗯，OK， 那么没人要跟我聊哈，有人要聊吗 ？William Ho， 你要聊哈，我按你啊 ，William。OK， 嗯，我们来看一下哈。Live chat 挺好玩的，嗯 ，William， 我按了你了，你要 add 进来哈，你要 accept 我的 invite， 那么你就可以进入我的 live chat 里面。那我们就可以在线上这样子来互动来聊。有一只猫经过我的家，在旁边。OK， 可能你们看不到。OK，William 有吗？有在线上吗？有没有人在线上 ？William 有吗？你没有，我就要换下一个了哈。嗯。OK， 没回复啊，我 cancel 你啦。OK， 好像有哈，没亮，别怕啊，就是你啦。他讲他要，可是他很怕，没亮不怕啦，大家都是女人，很好聊的啦，只是线上2000多人在看住你罢了。嗯，所以我们学习一下，在大众面前我们表现的勇敢一点，其实不用害怕的。OK， 你知道吗？以前小时候我是，其实我很怕上台，我很怕演讲。那因为小时候我父母亲让我去参加这个演讲比赛。哎 ，OK， 上线了哈，美玲。Hello. OK， 是吗？我有叫错你的名字吗？美玲。啊，美玲。美玲 ，OK， 美玲哈，你好，你好，你从哪里？你在哪里？看直播。KL 甲洞的。甲洞 KL 哈，你好，你好。你特地去打扮一下，然后才看线的。很多人相信我会染头发。哎，几点了？现在？现在几点了？嗯、现在十点半了咯。哦，十点半了哈，我们聊这么迟啊哈。OK，、嗯、那么有什么东西想互动？有什么东西要分享吗？你是家庭主妇还是事业成功的女性？家庭主妇还是一个很伟大的妈妈，在家帮人家顾孩子哦。现在啊、还有做一点工啊，做一点发胎啦。啊， okay、对呀、啊。嗯，有什么东西你想聊一下，想分享一下吗？分享啊，我在你这里学到很多东西咯。啊、哦，很好。那有对你的人生有所改变吗？你觉得？会想得开咯，会想得开哈、嗯。我有在你的 Messenger 写过东西的，是吗？啊，我知道我 Messenger 是爆满的，所以我没有时间看。可能你在这边直接跟我讲吧，我就可以啊，比较容易。之前是很多东西想不开的。OK， 你本身啊，之前，嗯，啊，因为我妹妹他们有很多事嘛，嗯，家人的问题，啊，对对对，嗯，全部都是为了钱呐、啊，生活很苦这样咯。嗯、OK， 但是我在你这里学到东西，有一点点改变，想得开。我有去、教我妹妹他们，但是他们好像听不进耳这样的。嗯，个人的修为没关系的。嗯，哦，是，我想把好的传给他们，给他们不要这样辛苦。嗯，不过你自己有改进啦，最重要先帮助自己先，然后自己慢慢的改进、哦。其实你身边的人也可以感觉到你的变化的。嗯，所以有时候会这样子，然后你的变化就会，但是我也是一个家庭里面，其实，怎么样？是说现在好了，还可以咯，叫你叫我们做的每个步骤有些我学了，早上起来要笑啊，啊，演讲的时候要用听，
啊，每一个步骤有做点做点啊，那个拉筋的有学啊。啊，有拉筋啊，哇，很好哎，拉筋，我最喜欢拉筋了。啊，那证明左边右边我都可以哈 ，OK。有些人叫我左边右边，哎，两边都不能哈，我左边右边都可以的。啊，是啊。嗯。不能，我还在学，拉久了会啊。啊，会的，哦，你慢慢就会动到你的手，但是你一定要先拉给自己身体松。所以我每次都会做这些啊，我们的一些动作啊，我们也可以这样子，很多动作，总之身体，我们这里有些血管哈，这里每个身体都有血管，所以你拉给它松的，你才会健康嘛 ，OK？ 所以这是我都鼓励，哦，去做，嗯，没有力啊，整个手没有力。啊，整个手没有，最怕就是什么手举不上来 ，OK？ 所以啊，我放后面不能，放后面举到后面不能哈，痛哈，痛啊痛啊。OK，嗯，所以我们啊，为了健康，为了自己的健康着想，怎样都让自己运动一下，动一下哈，每样步骤去动一下，每个动作去动一下，你会发现到你的氧气才会走比较好，我觉得比较健康，人比较健康，然后思想全部东西又比较好，运气也会好，跟着一起来。所以开运的其中一个方法是要运动，所以血液要循环。OK， 我儿子看着我直播，啊，是啊，哈，厉害啊，妈妈几红啊，你看，很肥啊， okay，看着我很肥啊，我直播。啊，角度问题，你把你的 camera 放斜一点就 OK 了的，角度问题。哦，啊，现在不是瘦啦，美啦。啊，角度问题 OK， 所以拍照的很多人都在看角度，哦，哈，所以要小心。哦，嗯，我们不会的，还要慢慢学。我们慢慢学，嗯，很好玩的 ，OK，啊，又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啊，是晚上看到我开开心心，然后才入梦。我每一天都有听你的直播的。嗯，好，学习了，我们互相学习。从你们身上，我也是学到很多东西。学到感恩，学到积福。嗯，因为我们啊，没有去上课那些嘛，现在你是免费教我们的。嗯，我真的是用心去学，但是哦，有时也进不到脑了。编辑看多几片，看多几片，嗯，哎呦，OK， 好的，很开心的嘛。啊，是你很幸运 ，OK， 祝你好运，也祝你的人生越来越好。所以希望你身边的人看到你的变化，感受到你的正能量。所以你的能量也会带动改变到家人，尤其是一个家庭里面，我觉得妈妈很重要的。所以你的角色站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是真的，嗯，你看我可以吗？会看脸相吗？我可以吗？我脸相怎样？我老花，我告诉你，我看不清楚，我老花了。所以因为我整天看电脑，我每天就看电脑，所以我开始老花了。很多时候我看东西是蒙蒙的 ，OK。所以只有这次可能比较，有机会了，看到的时候戴着老花眼镜看得清楚一点。OK， 好的，那谢谢你啊。OK， 祝你好运。要这样快关先呐，啊，还有很多人呢。嗯，所以很幸运啊，很幸运。OK， 所以人生要活得更好。虽然女人虽然是家庭主妇，可是啊，我们每一个阶段都要精彩的活住。30岁有30岁的精彩，40岁有40岁的精彩，50岁有50岁的精彩。所以每一个年龄层好好的把握。OK。我要学习啊！嗯，你要学习啊！不要这样快老化哦，嗯，做不到哦。我要讲说，不要这样快老化，要念，要修炼。OK， 气轮呐，啊，气轮，你的气轮啊，气脉轮，气脉轮要修炼，啊。你几岁了？40多了咯。哦，OK OK， 在这里不讲年龄哈，女人最大忌就讲年龄。OK， 不要紧，没关系。OK， 所以就是照顾自己了。把自己的很多东西调理好来，养生啊、美容啊、保健啊，全部东西，头发也是要照顾的哈。我们的发质，它也影响着一些东西。所以每样东西，我们身为女人，你要爱惜自己。当你会照顾自己、爱自己的时候，你的另外一半才会爱你。所以这一点不可以放弃的。我的一半去喝茶了了，不睬我了。去喝茶，可能还在看呢，看到你在线上。没有。刚才还在这边坐着的，我讲我想按你，他都从跑出去外面了。那我儿子在看着吧，我儿子。嗯，好了好了 ，OK， 留给下一位啦，祝你好运啊，加油。OK OK，嗯，谢谢。好 ，OK， 拜拜。
OK， 所以我相信我的这个直播这个节目应该帮到很多女性哈，我觉得啦，很多女性，当然很多男性也从中受惠了，所以我们都是尽量做一些能够帮助大家带来一些正能量的东西。当然在面子书的直播里面，这些 live 里面很多负能量的东西，比如说骂人的东西啊，宣泄自己的不满啊，骂粗话啊，各式各样的这种直播也很多。然后这样子的直播反而更多人去看，为什么呢？他会觉得是一个发泄的平台，他们就很高兴，拼命在那里骂，拼命看人家反面的东西。但是不要忘记了，看多了骂多了，你自己会什么受影响的，我们叫做吸引力法则。所以什么样的人就会吸引什么样的人去看，所以我这边吸引来的是另外一种人，所以我很相信大家看久了我们会有这一个正能量的。 OK， 所以最近我的直播里面没有什么看到生气脸了，之前一直有一个生气脸一直出现哈，那生气脸给我们打倒了。 OK， 再接下来还有人要在线上做一下这个 live chat 吗？还有吗？还有的话，那可能是最后一个了，夜了哈，不然大家看了不用睡觉了哈。OK， 还有吗？有没有人要做 live chat？ 看一下哈。OK， 还有吗？来，OK， 这女人要爱自己，我好像看到有人要OK， 我 click 你啊 ，Christy 用啊 ，Christy 好不好 ？Christy， 我 click 你下去。OK， 还是OK，Christy 就报了你们的名字就要 click 你哈，我 click 你，除非你不要，你就 cancel 它。OK， 我 click 你下去了哈。那是最后一个一起跟我 live chat 的朋友 ，OK，Christy，、okay? 期待你哦，等你哦。你慢慢来。赶快去绑个头发，化个妆之类这样子的，好，我喝一点水。我不大会喝酒，可是 apple cider 我觉得很好喝，每次都是喝 apple cider。Christy，OK，、okay, 你有在线上吗 ？Christy Young，Christy Young， 还没有 A 进来啊，还没有 A 进来，我换下一位耶。还有谁要 ？OK， 好像看到。哈 ，Christy， 好久你这个准备。OK， 所以 Christy 没有反应哈。今我看到。还有谁呀？哈 ，OK， 美丽吧，我看到美丽，美丽想好多个我要，美丽就是你啦，赶快去化妆，赶快绑个头发梳整齐一下，美丽。所以我选的都是女生哎，都看到女生要罢了，男生在那边。Hello， 美丽，美丽是吗？久了，对。美丽，你是从哪里看直播？我是沙拉哇。哦，沙拉哇，好远哦。美丽 ，OK，、美丽 from 美丽 ，OK。啊，对。好容易记，这个我肯定会记得。OK， 老师，我发了很多很多，你都没有点我。没有注意到，我你就知道我大老花看不清楚。老师，你很美嘞！ Okay. 谢谢你。女人都要照顾一下自己，不管多少年龄哈，你应该比我年轻，所以你要照顾自己。每个人都可以漂亮的。老师， okay. 我是有问题想问你。来。我想问你，之前我听你的直播，你讲那个灶炉跟那个洗手盆是可以平的。可以平的。是。我最近去一个单位看，它是它的这个洗手盆是高，然后它的灶炉是 低一级，洗手盆高，灶炉低一级 ，OK， 明白？可以的嘛 ？OK， 那你要看它的灶炉低一级，然后它灶炉是built in 进去的呢，还是做那种厚比较旧款的那一种呢？它没有 built in， 它是做那个洋灰先。它的洋灰就是做低一层，然后就是给灶炉用，给灶炉放啊。是，通常这样子的话，它灶炉是坐上去，不是开一个洞 built in 进去的，是吗？还没有哈。所以这样子的话，说起来它是平线的，说起来它是平线，因为当你把灶炉放上去的时候，它是有个厚度，
所以这样子拉到来就是平线的。那么再来就是还要比较，就是灶炉和洗手盆之间是不是很靠近，还是有一定的距离？嗯，它是一个气字，一个气字 L shape。气字，对对 ，L shape。L shape 基本上更没有问题，因为它避开了相冲的问题。哦，它是所以是可以接受的。洗手盆是在那个窗口那边，灶炉是在靠墙壁的啊，这样子可以接受啊。可以接受，因为之前我听你说是说讲平位比较好，对，平位是最好，但是这样子的款式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如果同一排啦，那这里是水，这里是火，那明显的这样子，这样就不接受，接受不到。OK，谢谢你。然后老师，我想问你一下，如果我们要找你算命的，要预约的吗？要预约，我的 appointment 排很满，好像要一个月后了。哦，要一个月后啊？是，我怕约不到你。不会啦，不会，应该是 OK。而且很多时候我都有做这个线上算命的这样子的一个服务啦。会比较方便。线上会比较，你这么远啊，你不可能跑过来，我也不可能跑去啊。可能我会跑去。要过来啊，过来，过来带你去吃好料。因为老师你，我自从接触了你的直播，就很想去找你哦。是啊，这么有吸引力啊。对，非常有吸引力。然后你就是你讲的东西都很有道理啦。就是很服啊，我们很服你。我想很真实的东西。很欣赏你，就是很欣赏你。你要去。然后就是你那时教财经的东西，虽然我这里没有，就是没有你所谓讲的皇宫啊什么的，我也是会试一下去那个草场，草场去采青油，就感觉到有东西的，有东西的，就是会过后会给你带来，我有自己有觉得，就是那天我一采青油过后就有顾客上门这样子，好快，然后就收到一笔钱了，就这样子哦。是啊，恭喜你。很多人采青过后中马票，我也是很意外，我自己没中哎。因为我们没有啊，老师你不用了，老师你不用了，其实你真的是很多福报了的。是没有买马票了，等我买了害到别人不中，所以我就不买。OK， 所以你很好啊，其实也很好，看你开开心心的，这样开心果这样。因为老师你讲要每天笑嘛，就尽量咯。是就是看到谁都笑啊，就是一定要。我们人的运气才会好，每天愁眉苦脸，常态的负能量或者太都不大好，所以自己这些运势是自己制造出来的。所以因为自从听了你的直播，就每天都想着要给自己正能量。很好，带给身边的人就也是要正能量，就这样子。之前会这样，就很多东西看开。之前会这样吗？之前就觉得有时候自己看不开这样子。所以很多时候常听你讲，就应该要去学习这样看看。是很好，有改变就行，慢慢改变会越来越好。有 okay, 要谢谢你啊，老师，谢谢你。好。你就是不自私这样分享，真的是给我们带来学习到很多东西。是啊，还花了我好多时间休息的时间。对，老师你要好好休息的。没问题啦，这个我觉得也是很开心，我自己也很开心。助人为快哈。是啊，自己也会开心的，很奇怪的。所以是好事情。OK， 要向老师学习。大家加油。好。OK， 谢谢你啊，老师。好，谢谢，加油。OK， 拜拜。OK， 你看多么开心，多么正能量。所以从我的节目里面，我们都看到很多粉丝们都很好，很正能量哈。所以，建中也有一些粉丝会遇到很像自杀问题一样，不开心问题。可是慢慢看久了我的直播，他们会有人身上的改变，这无形中是我在做善事的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啦。所以我个人的想法是这样，所以我会继续努力的做直播的分享。OK， 线上好多人啊，我很想关线了，可是还有人要做 live chat 吗？很热了哈，我看我们要差不多了哈。还有吗 ？OK， 所以记得哈，拉一下筋骨，动一下身体。OK， 不要每天我们就坐住哈，会驼背，然后身材会走样。然后血液不循环，运气也会不好，健康也会不好，什么都会不好，所以我们一定要慢慢的自己去做一点改进的 ，OK？ OK， 那 Ken 讲慢慢爱上老师，
是 Jennifer 讲刚才那位粉丝的美丽，她的笑容跟我一样哈，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被感染，你参什么样的人在一起久了，你就会被感染到的，会这样子的哈，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像我一样开开心心。我这个头发应该剪了哈，一直顶着我。 OK 很夜了哈，我看就到这里了，不要讲太久，等下耽误到你们睡眠的休息时间，大家都要休息了，我自己也要休息。那明天我们再抽时间在线上做直播，如果明天清明节的东西准备好了，我就在线上跟大家分享。 OK 好的，谢谢你们的时间，谢谢你们收看，也希望大家感染到满满的正能量。 OK 就讲到这里了哈，晚安。 OK 拜拜。